好，我是森林，我们今天要玩国外的还蛮热门的一个可爱小游戏啊 Fat Dog Burger Run， 胖鸭子的汉堡赛跑吗？一个鸭子正在被鬼追着啊，一个非常可爱的小恐怖游戏，让我们进去玩看看吧。究竟国外为什么会热门呢？哦哇哦，收集100个汉堡来打倒这游戏。 What？ 100个你好可爱哦！这是唐老鸭吧？这唐老鸭的游戏耶，收集收集，好像会有鬼来吧？看它封面，好像会有鬼来哦，好多汉堡哦！哇哦，曙光的队是哪里？哦，被我察觉到隐藏通道了，我是汉堡小偷，汉堡鸭子小偷，我要吃鸡肉汉堡，因为我是鸭子，所以我要吃鸡，我要复仇。不要把我跟鸡放在一起，我跟鸡是不一样的，所以我要吃鸡肉。什么声音啊？喂！开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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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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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鸭子！怎么这么快结束了，鸭嘴兽？鸭子而已吧，快点快快！总之我们要快速的收集啊，快速的收集。可是那个鬼会穿墙呢，那鬼真的是鬼的，还会穿墙，不会开门的。先把所有门给打开吧，这个粉红色代表门可以打开的是吧？先开门来。OK， 开门。哎呦，里面有一些奇怪东西哟、哦。这个怎么拿啊？这个在柜子上面的。等下收集100个，怎么可能啦？这个窗是可以开的吗？这个窗帘看一下，窗帘是可以开的吗？哦，可以开的。哦，先打开着。有鬼吗？妖鬼来了，我们先带他出去。来，出来。来，出来。来跟我来，远一点地方来。来。哎，对你在这边，我先跑回去，拜拜。走。哦，哇，不要煮鸭子啦。不要吃鸭肉汉堡啦，哦，吃鸡肉的。等下，鬼来了！再出来。有100个可以收集吗？我不知道哎。不能攻击啊，对吧？我是鸭子啊，我跟你说。别，你要干嘛？不要吃我的鸭肉啊！我上面要跑酷哦。等下。33个，感觉可以啊！看一下那个 boy and girl， 这应该是女厕所，对，女厕所。等下，我怎么出去？等下，快点让我出去！快点啊，林老师！快点让我出去！不要！女厕所啊！别！我是唐老鸭啊！别！上面跑酷。OK，Nice。还有吗？还有房间呢，还有很多。Oh my god！ 有这么多东西。什么声音 ？Oh my god！ 不！什么声音？刚刚什么声音？外面有吗？外面好像没。有，外面也有。好暗哦，为什么？不要！走吧，还有哪里？这边的这个洞还没进去吧？哦，只有一个 ，OK。上面有吗？上面也有呢？怎么可能？别！等下，不要，我看不到了。等下啊，完了啊！你看有人在睡觉，不要吵！你害我踩到他的了，你害我踩到的。我原本不想踩，我吓死我了 ！Oh my god！我只是一个小鸭，上不去啊！这边上面也有，上面也有了啊！忘了 ，Help！ 放这么多是怎么样的啦？啊哈，有礼物呢！哎呦，不要藏在这种地方好吗？开门 ！Oh my god！
这游戏真的能达到结局的吗？这游戏再多一次。Hello， 不要睡了，起来啦！睡屁哦，西亚妈。哎，这边也有门呢。你神经病！你是神经病！你们都是神经病！上面也有呢，我怎么上去？奇怪，不要一边追我一边跑酷啦！这房间是什么？喂，紧闭室！走开啦，走开啦！给我！shit！ 超电视，刚刚是怎么回事？而且越变越暗了呢，手机越多就越暗了呢。不行啦，臭鬼！我只想 FF 加 FF， 真的是一款无法通关的神作。我记得好像我刚刚在看到电视机有动静，我们去看一下电视机啊。那王八蛋，王八蛋电视机好像在笑我嘞，刚刚。爸。我这只鸭子在骂脏话，你知道吗？其实它是在骂脏话。电视机 ，Oh my god！ 电视机真的有东西呢，它有鸭子，有鸭子，有鸭子。啊 ，shit！ 我的，不要不要，我是鸭子，我是鸭子，哎，别！看到没有，神鸭的厉害啊！不要打我，不要打我，go这款游戏真的有结局的吗？这款游戏，哇，这款游戏实在是太难了啦！我想原本想说我在网上查了，完全没有人有通关过，没有人有看到结局。我想说来挑战一下，结果我知道各位不能通关的原因了。他一直追着你，然后很多东西都要跑酷的地方的，完全不知道为什么要用设计跑酷。这个鸭子这么不灵活，还设计跑酷嘞？如果你是一个灵活的鸭子，你就可以设计跑酷啊。啊，你只是一个肥胖的鸭子。OK， 我们无视鬼，我们做我们要想做的事情。无视鬼，无视鬼。反正也做不到我们的，你看，哇，看到没有？鬼太强大了啦！鸭子王，享年2021。不到一年，谢款，欢迎来到奥里的农场。没错，我们今天来玩奥里农场啊，好像我们之前有玩过那个王老先生的农场了吧？现在我们要玩这个奥里的农场啊，好像也是蛮有趣的，看一下吧。Hello there， 你好啊，我是这个农夫奥里啊，这是我的农场，我很高兴你来这里，因为我需要你的帮助。我遗失了我的玉米啊，然后我找不到他们，所以呢，我需要你找到所有的遗失玉米。啊，总共有八个啊！啊，如果在你做那个时候，我去做一些crop， 一些就是杂事，一些农场的杂事啊！啊，祝你好运啊，然后玩得愉快啊！看，待会见。哇，我们先来到这个农场，哇，我们要收集八个玉米啊！哇，不知道这个真的有八个玉米可以收集吗？哇哦，看一下，看一下哦，哎。你不是说你找不到吗？我随便又找到是怎么样？你根本没有在用心这个找啊！你根本没有用心找，你是不想找而已，你懒得找而已。他说怎么找不到？你根本没有找，哼！啊，就去收集八个啦。可是好像没有东西可以追击的、啊，还蛮和蔼可亲的一款游戏。你看，这么简单就找到，你看，他根本没有在找啊！老实说，你根本没有在找吧？你看。随随便便就看到了啊！哦，虽然都是马赛克，但是我还是找得到啊。还差两个，你看，是下一个啊哈！诶，什么地方啊这？
什么地方啊？王老先生，你的谷仓，王老先生，王老先生，有快递哦，王老先生。阿里 ，Oh my god， 这什么？玉米星人来了 ，Hello， 玉米星人，你好，我有八个玉米要上缴给你哦。哎，我被玉米星人带来冬天了，没有玉米了，我的玉米呢？哎，要去哪呀、啊？跟着路，这个是哎，有声音耶，有声音在我左边，我左边有鬼哦，左边 ，Hello， 哦，哎，有门。こんにちは，我是森林大师奥利，农夫在哪里？奥利，奥利啊，奥。奥利农夫，王老先生，有你的快递啊，王老先生。Oh my god， 还走路，为什么我们看他走路？他正在走过来中。啊，他说去处理事情，难道就是去戴面具吗？他要杀我了，完了。他刚刚到底是去处理什么东西 ？Oh my god， 为什么我会有枪的啦？随身携带枪的呢？那边有一个有恶魔祭坛。Hello， 我什么事？喂，什么东西？我们要收集这个吗？喂，不要！OK， 我们要杀死他就对了。OK， 那我们要收集那个东西吗？收集。OK， 收集到了，还有吗？那边吗？来第二个。要收集几个、啊？绿色，这个绿色，还有吗？王老先生，不要复活了，王老先生，没有你的快递啦。还有一个吗？还有吗 ？Hello， 蓝色，还有吗？哎、欸，你好，这里是哪里？哎、欸，麻烦告诉我一下路况好吗？啊哈，找到了哦，真是的，什么东西啦？召唤吗？哦，传送。嗯，哎、欸，王老先生，你也太容易射了。王老先生，你也太容易结束了吧 ？What？ 王老先生你好，又是我，王老先生，你到底刚刚干嘛的？你刚刚到底干嘛的？你就这样结束哦 ？Demo 版本而已嘛，对嘛？这么小品，对嘛？王老先生你也太小了吧，王老先生，我们待会收集完东西要回来这里嘛？我们看一下。一开始的地方是没有那个三角形的呢，那个菱形的东西。奥利，有你的快递。奥利农夫，我奉恶魔的指示，先消灭你这个妖孽。来啦 ！Bang ba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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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ng， 看到没有？啊 ，Good job， 赛诺 ，Adolphus。我到底玩了什么？我不知道。来，鸭子是会阿爸的叫吗？我不知道。旁边好像也有东西的样子啊，旁边。哦，旁边也有，吃太暗了，完全看不到啊。太暗完全看不到，是在玩什么？这边好像有吧，我记得，你看，这边有，根本看不到啊。我们来挑战一下最高纪录，看一下能多少。最高纪录没错。OK， 这边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这边这么多个东西，你说该怎么办？没有，这不是认真的，你给我把你脸给砸去！啊，不，No， 四十多个就极限了吗 ？No， 欢迎大家来挑战这一款游戏啊！这款免费鸭子游戏，免费十分钟鸭子来啊！再来，这一次我不管，我就这么任性。阿妈可以成了阿妈，我跪了阿妈，可以成了阿妈。
没有人可以阻止我前进的。还有哪里没有？53个，五十多个，五十多个。啊，这边怎么走？这，不要走，不要，不要，乌龟呀，还有55个，最高纪录，看到没有？冲啊！拿不到啊！阿妈，你这里有点多了，阿妈，你不要藏起来好吗？汉堡，你老实嘞，藏起来干嘛的啦？耶、啊！ Yeah, 我拿60个 ，yes， 世界最高纪录啊！变暗了，而且它也变快了，有变暗有变快，我头发好帅，好像海胆一样。61个，剩下在哪里我完全不知道，应该在上面了。你看上面那边也有，我怎么上去啊？请问，这边吗？跳上来 ，OK， 上去 ，OK， 上去才有鬼嘞！啊！哦，吓死我！60个，欢迎各位挑战我的纪录。笨蛋，肥呀呀，跑酷还要给人追，太难了吧！汉堡不要飞在空中好吗？给我吃，动掉嘴巴！阿妈不要收进柜子里面好吗？阿妈。